清楚吗？因为他要我签字，要签我的名字。要签什么名字？签什么名字？就是因为签名的问题，不是因为你挂了吗？你签的是你的怎么着？一签你的名挂，房子是你住的吗？不是你住，你凭什么挂？我签不了110，因为没有我名。没有你名，你可以名字。你要是真有心的话，你就去签名字。你凭什么签你的名字？他们点个餐，难道还让你拿身份证吗？关悦，你到现在为止了啊，人都走了，你还不认错？